在一场恶作剧中，小明娇的手臂断了，小伙伴们来轮流的照顾他。哦吼，我发现了好多的煤块呀，科学家你快看，你挖到了什么了吗？哦，我的这个金块已经延伸到墙壁里面了，我简直太富有了呀，哈哈哈哈。看来科学家挖到了好多的金块。嗯，好像那边爆炸了，是铁柱的声音。铁柱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它呀？别担心，或许只是个苦力派，我要继续挖我的金块了。哦，太好了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铁柱，铁柱，哦，铁柱，是你吗？啊呜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铁柱？你的脸怎么这么黑啊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尝试用我新制作的镐子挖矿，但是好像出了点问题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镐子有点酷哎，它有什么作用啊？你想试试吗？给你吧，拿去试试。嘿嘿嘿嘿。哦，太好了。或许这把镐子可以加快我挖矿的速度。铁柱，你太过分了！看看是不是很有趣？我的手臂。别担心，吃个苹果，冷静冷静。可是我的手臂很疼啊。所以让你吃个苹果，吃完就好了呀。可是我觉得没有用，我现在太疼了。啊，你别哭别哭，你先别哭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这里有好多的苹果，都给你都给你，很多的苹果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在这里哭？铁柱，他对我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只是用了我制作的工具挖矿了，然后爆炸了。算了，等会再找你算账。来吧，小米椒，我带你回去疗伤。谢谢你，科学家。你看样子伤得不轻啊，得回去看看才能知道。我感觉我现在的手都动不了了。Later. OK, 现在到我家了。来吧，把你的手臂放在这里，我检查一下。这是一台 X 光机。好的，好了，我放好了。保持住，不要动。好吧。好了，扫描完了。这是我的手臂吗？是的。啊，我的手臂，这是断裂了吗？Oh no, 不是吧，怎么会这样？别紧张，我帮你先包扎一下伤口，太可怜了。我的手会不会再也好不了了？这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方法治好你的。好吧，我先一个人去外面冷静冷静。Later. 哎，我的手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砍树也砍不了了，我要这些工具有什么用呢？一点用都没有。嘿，小米椒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的手是受伤了吗？嘿，表妹，是你啊。你要吃蛋糕吗？我亲自做了个蛋糕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一个蛋糕？好吧，那我就尝试一下吧。可是我没有手臂了，只能用嘴吃了。你的脸全是蛋糕，对不起，小米椒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现在就连蛋糕也都要欺负我，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小米椒，或许你现在需要一个人冷静冷静。是的，我要一个人冷静冷静了。再见，我走了。现在的我果然什么都做不了了，吃个蛋糕都会弄得满脸都是。很好，我的建造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。那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酷的建筑啊？现在就差最后一层楼了，马上就可以完工了。哇哦，这也太酷了吧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酷的建筑。嘿，大壮。哦，是小米椒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觉得你的房子好酷啊。是的，这是我建造了很久的房子，大型的空中花园房子。哇哦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建造这个房子吗？啊？什么？说实话，这个工作只有男生可以做，女生不太合适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参与，你是不是因为我的手受伤了，所以不想让我一起？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吧好吧，那你就上来一起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来吧，我带你上去。
好的，放心吧。嘿，大壮，你太过分了吧，你不让我上去竟然答应小蜜椒上去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记仇了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走吧，我们到楼上去看看。好的。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这里还没有完全建造好，所以会有漏洞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设置了一些陷阱，你要小心一点再过来。好吧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设置陷阱。快看，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好？哇哦，好多的树呀，果然风景很好哎。那当然，我特意建造的这么高的。嘿，大壮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是铁柱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的，我又回来了。刚刚我的语气有点重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礼物？好吧。是的，礼物，我现在带给你看看。我怎么感觉不是一个好的礼物呢？让我看看你带的什么礼物。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礼物，来吧，我保证你们会喜欢的。哦，是吗？那快点拿出来看看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些礼物了吧，大壮。我觉得铁柱有坏主意。当当，就是这些礼物。哇哦，这些礼物是什么？是我送你的黄金，这里面全都是黄金。太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礼物。别客气，我先走了，祝你们开心。不好，我感觉铁柱送的这些是 TNT。 啊哈，天哪，果然是炸弹，铁柱你这个坏家伙。天哪，我的新房子，我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。快救救我，这个可恶的铁柱，我一定要找到算账。我的手，我右手又加重了伤害了，我的手再也好不了了。铁柱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要找你算账。哈哈哈哈，有本事你来打我呀，谁让你不让我上去的。哎，大家都没空搭理我。